老王的淋雨项目开始了。谁才是真正的幸运儿？时间来到第八次幻化，这次是丹加力量的原身，老板表示绝不能忍。时间来到了第33次幻化，看到弹出的附加属性，感觉这次稳了，看看这次能否报销原身的钱。这就比较尴尬了，离成功只差一步。时间来到第38次幻化，第一次获得特效几率7%的附加特效几率，那就还有93%的几率没有特效，我真是个数学天才。时间来到第42次幻化，又是一个7%特效几率，一模一样，连续两个附加7%特效的原身，老板的要求很高呀，看来只有双加特技特效才能停止幻化了。时间来到第66次幻化，特效几率加5%，这个衣服已经第3次出了特效，66次出了3次特效了。时间来到第68次幻化，终于斩获了双加属性，这防御是真的高。原身衣服235，原身直接爆了22，这衣服打出来要起飞了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来吧鉴定。果不其然，这防御是真的高，唯一的遗憾就是双加有点低了，一分价钱一分货，好的原身打出来的装备就是不一样。